齐在明那个人觉得他会做出危险的事。那齐在明不只是对宋部长，还可能对崔仁和不利吗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说等你成为狼之后才要对我吠叫，今天就是那天吗？快去找仁和，齐在明他突然消失不见了。仁和，崔仁和。皮诺丘，周一至周五晚间六点，东森戏剧台。